主持领域交出漂亮成绩单。怀有约七个月身孕的她，至今外形变化不大，肚子更因为穿搭藏得超级好，常常让人忘记她已经准备当妈。经常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她，近日就晒出多张日本旅游照，透露前阵子刚从日本旅游回台，提到对东京的记忆，形容什么都小小的，什么都咸咸的，心里蛮高兴，感受满满的，但也累累的，似乎过得非常充实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她穿上毛衣背心与东京铁塔合影，侧身可以看到下腹鼓起的模样。另外一套造型 Sandy 则穿上贴身透肤长裤，肚子形状变得更加明显，打趣直呼肚子来了吧。穿这条裤子是的确更贴身显肚，但目前还是会因为穿搭而忽大忽小，笑说自己还在跟肚子熟悉中。不过她四肢及脸蛋依然纤瘦，状态维持得非常不错啊。